我们每个人选三张发朋友圈，然后看谁点赞比较多啊。你输了的话，你一直背着我，直到我想要走路看才能这样分享一下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你再提一个条件吧。那你输了，就在人最多的地方放声唱一首歌。好，行，成交。就发对方的还是发自己？发对方的。啊，发对方的呀，那肯定你的多呀，那我肯定输啊，因为你发的是我的照片啊。对啊，这怎么不公平？为什么呢？你哪来自信？你觉得自己一定破绽比我多是吗？对啊。但是真的，你没有什么可以挑的，你把我拍得太丑了。你就长这样。就要修吗？还是你不要这样子？帮我把牙齿弄白一点。这女明星不修的话，确实有时候不能看。我不是女明星，反正你没在说我。直接稍微修。只是稍微修一下。看你拍不是最重要的，修是最重要的。在朋友圈必须帅，真实的所有人发朋友圈的图都是在现实一直默默在那里修，然后实际上。哎，我好嘞。来吧，发朋友圈来，一二三，好了，一个小时后见。现在是2:50，3:50出结果。我们自己弄闹钟吧，我定个闹钟。我已经有10个了，你有吗？我有4个。你哎，不，你微信总共几个朋友啊？不能这么看呀、啊。你们夸我帅呀、啊？没有，都在夸我、啊。没有啊，都夸我。我的点赞一直在，等。这可能会破我朋友圈第一条记录，就点赞最多的。居然是我的拍我的照片，我的照片在你朋友圈超破记录，多好啊！你看，怪不得我发你照片在我朋友圈没人点赞。不是，是我人缘好吧？我想，我还有评论，都没有评论，还有聊有可能要评论。大家对你没什么无话可说，啊、肯定是我赢。话不要说那么早。Goodbye, my. 哎，你说那电影里面就这么就到处走。我很喜欢一点在于，我觉得这电影，因为它全是台词，我好佩服他们的台词。You should do. You should get off the train with me here in Vienna and come check out the town. So I never forget you or all this. I like to feel his eyes on me when I look away.